好，我们谢谢感恩传道哈，真的是要让我们的上帝国行在我们里面，真的。刚刚感恩传道说的，我们希望可以彼此相爱，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也希望这些可以行在我们的话语团当中。那我们接着我们来金句朗读，华语我来念哈，那个台语可不可以请曾医师帮忙念？好，我们一起来哈，华语预备来。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台语请曾医师。台语，假好的人啊。假好的人啊，声势气旺，声势气旺，硬着将该杀的你，那不是该杀，硬着将该杀的你，那不是该杀，将上帝的你，那不是上帝，将上帝的你，那不是上帝。音乐我们请慧云执事。You hypocrites, you hypocrites, why are you trying to trap me? Why are you trying to trap me?Give to Caesar. Give to Caesar. What is Caesar's? What is Caesar's? And to God is what God's. And to God is what God's. 好，我们接着要来奉献。